波被小克了，大波放的上的武装无底洞。亲爱的主播，请您规范直播行为，构建和谐直播环境。是加第三方平台，微信、玩军火等资源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胖虎吗？妈的，又是胖虎！我操，是不是加微信什么了？宣传胖虎，是因为宣传胖虎吗？是什么原因啊？看一下啊，这个胡打鹰互动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关珍宝阁圣，乌苏城圣，不是观战跟对战啊，就珍宝跟姑苏，好吧，大家看一下。大波三峰啊，大波三峰，三峰单花果。那么对战方呢是，我操，对战方是女儿方寸，地府化身，三扫大堂，是吧？地府化身，三扫大堂，双峰，他变卡是涛总，是地府，是曼珠卡。我们看看全场的一个速度啊，对面女人春拿一速，方寸拿二速，啊，可能无底洞的速度可能会比方寸快。那么主战方这边方寸三速，武装冠是最卡速的一个单位。那么速度的话，对战方也是基本上都拿好了啊。那么其实姑苏这场没有上那个专草浅歌。没有上花果山啊，上了一个单大堂，而且是一个三扫的一个大堂。那么这个 PK 的话，因为两边这阵容偏都是比较颇向于比较猥琐的阵容，所以说基本上，要去打一个后期的一个阵，基本上要去打后期的一个阵，前期的话可能双方就轻松啊，双方就轻松。那么在这种阵容上面对决呢，其实宝宝差距啊，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。就宝宝如果特别，对吧，伤害特别高，特别难清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啊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一点啊。武装开始套话大堂了，命中啊，金刚打野宝宝，我们看两边宝宝怎么说。因为这个主要是你宝宝护点，因为没蛇啊，这对吧，宝宝主要是两边的宝宝互相，对吧，你亲我的宝宝，我亲你的宝宝，当头啊，五千五恶爆啊，五千八对面宝宝神了。姑苏这边是以善恶宠开场，打了金刚之后吃清，善恶的伤害也不算特别高，八百，还有一只珍宝哥应该啊，清掉啊。速度方面的话，对战毕竟是一个速度全拿，对吧？对战方毕竟速度全拿，一三速。三峰阵容比较恶心，觉得双峰可能打不过珍宝哥，你蛇在珍宝面前可能站不住，对吧？紫银神已经晋级了哈，紫银神晋级了啊，四强了现在。下一场两点开始啊。有拍啊，再扫，主打清主战方这边狂摸阿拜的宠，这清宠的话相对来说还比较顺利，连破。那么对战方这个两个封是封印如此之准的话，我觉得基本上大波是有点难受的。宝宝神了，以这个飞宠啊，以这个宝宝飞的速度，以及对吧，宝宝飞以及被控场控的这么死，是比较难受的。速度边境是没有拿到的，那么
这把主战方这边无底洞应该是有那个无底洞应该是有特技的啊，应该有大。那么啊，眩晕弄影强控观战方这边方水，我操，一二速，我操！嚼基本上嚼这三封啊，封不动，这三封啊晕死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三封啊虚弱，头疼。连破啊，没有跳，你的大波去哪了？大波是锁 glass 锁不住了，大波已经锁不住了，感觉这一场就对封的太惨了。对面风系是一二速啊，我以为是一三速呢，结果风系对面是拿了一二速。对战方这个女儿村变的机车卡，对我拿一速没问题。方村由于变的这个曼珠卡又是18%的速度加成，因为对面大唐是有扶正，观战方这边花果山没有扶正，18%，主战方这边是0%的加成。对，你出差距一出来之后，感觉就是再吹武装又中无底洞光辉，不敢放大的只能光一光。锁中之锁，锁不住了，感觉风系那个摇铃铛了，给你开始。对，你这善恶拍一千搞什么？哎，你这善恶拍一千，哎，这善恶恶报拍一千，紫禁城已经禁止了，紫禁城禁止了啊。四强，目前紫禁城成绩是四强啊，禁止了啊。这善恶拍一千是拍不动的啊，哈弄了，善恶拍一千是真的哈弄了，拍这拍得动了。宝宝清不掉，到目前为止啊，到目前为止好像观战方这边没有清掉对面宝宝吧？清掉了吗？好像没有啊。花果山有一把泼天，对面宝宝神了。啊！死亡法王召出来了，有轻重啊，两回合一把扫，反正狂扫11层，又连破，又没清掉，漫天也没出，善报加了156。有对面，我的对面是壁垒，我操，3000，我2600，哦，这2300，哦，扛不住，哦，这伤害，我操，哦哟，这大波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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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抬。这难受，这哎，下场2点紫禁城下场啊，这太难受了，这太难受了，这扛不住啊，这一个宝宝清不掉了。珍宝哥这福气真的太强了，真的。姑苏啊，虽然也很强，但是在珍宝面前就没有机会，宝宝都没清掉，打到现在第9回合了。又封里花果，这把没中啊，花果山应该可以出个手了。推无底洞没中，终于刷封全水了，但主战方这边没摊封，无底洞打光辉了，怕自己出不了手，应该会套一下武装，应该会套一下凝心道符打一下抗风啊，抗风给了无底洞，那么武装可能会套对面物理系，武装有宝宝了，应该套对面物理系啊，套了女儿村没中，还没套中，那活血先保个宠再说。对面观战方三号宝宝神又过了，大唐反正无所谓的，开场就直接能扫就扫，尽快写叠建议啊，再扫4000，专操千歌。5000直接清飞，还有连破吗？啊，没有连，沙威，你看打不动，你看见没？哎，善爆加76点血，太耐了，这些宝宝真的是太耐了，不是这真的，这宝宝太耐了，耐到你这绝望。你看，沙威打1000多，凝心道符啊，抗风作用。有了啊，无底洞七塔都始终是不敢出手啊，风系速度都没拿啊，观战方这边文哥直接招孩子啊，啊拍了啊，再顶血啊，这宝宝直接满上了，要平砍防御，对你来好了，恶报500是，搞笑的在，你妈逼这，呵呵呵呵呵呵。
五百下，哼，紫衣人打完了啊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真的，清不掉宝宝，真的连宝宝都清不掉，对吧？那孤松这边实现一点，对吧？对战方式一点消耗都没有的啊，孤松这边宝宝要全掉。啊，这女儿怎么三把水封了？哦，全水，妖风终于不让你，终于不让你扫了，你哈隆隆了，对吧？方顺分身找个机会啊，这时候双峰勉强有些节奏，对吧？勉强可能先有些节奏啊。啊，诸天看护啊，加大唐的伤害，对吧？诸天看护啊，增加四成啊，诸天看护150回。打诸天看护加伤害的啊，你们只要期待对战方大唐，对不对？哎，暴毙900，必杀暴必杀900啊，腾云跨风，腾云跨风，加速度，拿速度扛一扛啊，这不拿速度怎么打，对吧？那个大唐用的干什么？增加伤害的诸天看护。诸天看护是增加造成的物理和法术伤害，伤害加很多，加很多。新改的技能，以前是防点杀用的，也是。啊，风啊，命中，还是一二组，我操！再给凝滞，吹和尚，都封不中啊，真的封不中。驱散金刚。啊，活血2800，宝宝又差不多了啊！开掉封印配速，那么对战大浪就可以给少3800开刀了，已经啊，3600最后一刀，5000，还好是宝宝神了，600，3200，哎，这宝宝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我也在想，姑苏的宝宝其实也还可以吧，我说实话，姑苏宝宝行吗？不差吧？这宝宝差距怎么这么大了？啊！这一个拍他妈500、300、500暴毙包包了900，对面宝开过来3000多，太狠了，我操！凝神术，宝宝加血，你知道双两级，他宝宝的这个加点啊。很牛逼，很合理啊！活血活之宠，啊，和尚留影直接补啊！女儿这把被催，那么就是对战方应该也没拍啊。花果走了一把金青，也干脆不清理宝宝了，对吧？你要来清我宝宝，你就清嘛啊！避雷2200，800暴毙啊！力劈清法防啊！护点，宝宝护点一下，你看这宝宝1900、2000爆奈须弥啊，可以奈须弥可以清得懂。对面的宝宝血很少啊，血很少，但是他的宝宝抗性非常好，伤害非常高，血很少。这把双峰全部命中了，对面在失去了女儿点子控制之后啊，双峰全部命中，金刚打上，甩一个金刚看看威力，拍大唐啊没有用，大唐是化身被水，大唐是被武双峰了，对面女儿村应该有金青了下吧啊，应该是有金青了，藏神400，奈须啊，奈须有效果啊，奈须青虫是有效果啊，对面封印都没开，可能是有一个点金青了，我估计和尚这个点是金青了，可能对吧？然后和尚被催了，我估计，要不然不可能金封印都没开啊。千哥肯定不会拿，千哥那个女儿号肯定不会拿自己的宝宝去拍的，因为自己的宝宝是一个受集火的单位，对吧？大波旗子起来了啊，大波找点机会，这花果山是能创造机会的，对吧？花完这门派啊。能创造机会啊，再吹中，
拍顺风，风中女儿有节奏。套女儿春，她如果用拍型的话，是直接还是在封印当中？啊，很少啊，四千，没有什么。我操，这行伤害他妈裂开。好，双骑，这把套女儿是很精髓啊，但是没有套中。套女儿套的比较精髓，但是没有套中。那这把女儿应该是不太会放金青啊，可能不太会放金。这把有泼天，双骑神通的话是没有的，因为花果山是已经金青过了，愤怒是不够去起如意神通的。果山这个点，那么推荐方这回合大概率是先出宝宝的，先出宝宝。那大王伤害等十一层建立了之后有点恐怖，可能啊，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，第七层了已经，很快啊，十六回合已经叠了七层建立了，出过两次连破。紫禁城赢了，紫禁城晋级了，好吧，紫禁晋级了啊。啊，封印没中，随运动引强控。啊，凝滞啊，物理系的一个速度，我们再次凝心道符打上，我们增加自己的抗风，给花果打了一把凝心，但是主战方这边花果山这回合没有输出技能，被封了。啊，拍，对面有拍但没有用，女儿封的。好，拍武装 ，OK， 这双拍还是比较到位的。主战方这边宝宝飞太多啊，选择了出孩子了。再拍啊，这个封印单位全部被拍醒。对面宝宝失去了金刚的一个加持之后，伤害就没那么恐怖了啊。他的宝宝非常需要金刚的加持。有飞机了，大波要开始起飞了啊！大波要起飞了，兄弟们，看看大波的这个飞机还是对吧？啊，花果山这种门派的话还是有一定吹的。谁克谁？对战方小克观战，观战被小克，鹰打虎。好，出手，吹不中。主战方这边还是比较抗风，这凝心道符打上去之后，凝神也封不中啊。打把鬼眼，对面也准备抗高风，化身应该会金刚甩给宝宝啊。这把化身清风望月，确保花果山能够出手。金刚打给了对面宠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把花果山主视角这边花果山的一个输出。好，魔镜激发起飞。好，扫孩子了啊，三千、三千九、四千啊，直接飞第八层，飞了，看看数据。五千，伤害是在六千。我操！这满血啊，兄弟！兄弟不讲道理，你这完了完了，对面要被飞崩了，古树城。珍宝哥，你这伤害扛得住的？你跑花果山出手不就完事了吗？水清花果无限飞。对面 hold 不住的，扛不住的，哎，直接满血一万六千血直接被没了，无限飞机了，好，这冲了冲了，大波冲了，一把飞机过直接冲，花果山太强了，花果山真的，妖风四起直接控掉和尚，不让和尚跌人心，对，不跟你嘻嘻哈哈啊，方寸打个凝神，花果山继续飞，啊。啊，醍醐灌顶啊，死保花果出手，没毛病啊！啊，对面血顶满，再来！啊，两层七只的飞机真的伤害有点太恐怖了，六千九，两千九暴击，四千，六千九，四千，还有一层一把双旗子，起来肯定是催花果了，应该是啊，神了一只，应该是要催花果。这个对对面的这个伤，这一个花果山，我都不知道挤了多少个那个，挤了多少个狮驼岭，真的。我估计哎，找五个狮驼岭过来飞对面方村，对面方村死不了吧？啊？哎，你们说五个狮驼岭如果飞机飞对面方村，对面方村会死吗？应该飞不死吧？对吧，这是一个花果山抵五个狮驼岭，你说这搞什么，这狮驼岭是永无出头之日，真的。这狮驼岭还怎么出头啊。
稳。啊，分身，嗯。那么这波面伤过后呢？其实对于这波面伤过后啊，其实对于珍宝哥来说，珍宝哥也是给珍宝哥敲响了警钟，对吧？由于这个观战方这边花果山伤害太高，那么后期对战方在控制当中呢，就是花果山肯定是要重点照顾。啊，化身直接缠珠拉去。被封印的一个状态，我只能用宝宝先去开封印再说。拍大唐是直接补了宝宝。这个对面的这个宝宝加点以及阵容的一个预测上面呢，其实怎么说呢，珍宝阁也是算到了大波，反正就是虎阵，对吧？但是对战方开了鹰阵，就是为什么不开鸟阵呢？其实开鹰阵啊，输出加成比鸟阵高得多了，因为对面毕竟只上一个单输出的阵容。那么伤阴阵的收益是最大的，大唐主伤位大小克是 20%， 那么你如果开鸟阵，即便大克主是23%吧，因为对面还有一把符阵23%的加成，即便你开了一把鸟阵也只有13%，那么阴阵小克符阵是问题不大的。当然最好是开地阵，地阵正好是这个四保一的一个体系，三个防御位。风是没有中啊，鬼气摇了铃铛给孩子。啊，落魄强控啊，还是没有中啊，对面当然要扫出来了。这第七层建议应该是，第八层，防御圈，扫你千柱直接两刀带走，连破第九层建议。那么这把飞机没有了双旗子之后就没有这么。凶就没有这么凶了，属实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个花果山这个旗子真的太猛，花果山旗子是真的猛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珍宝阁，对吧？开场宠的宝宝，这个耐法收益是比较好的。打清珍宝阁的宝宝耐法是还可以的。你看主战方这边花果山的耐法，对不对？打对面宝宝就比较痛了，他攻宝宝不怎么点得动，但耐法能点得动。耐法是法，你防御再高，你血少啊，对吧？你血少。啊，落魄啊，花果要去控一控了。主战方这边直接换了一只须弥去破了对面的一个方寸分身。幽冥鬼眼，直接地听，冲了，啊，直接冲了。地听徐迷直接冲刺想秒死方寸，1800没死，我操，这把没死很伤，被他活了一口。很扫千军啊，直接扫宝宝，但扫到了无底洞身上也没有天。第十层建议啊，好，宝宝随机掉了一只地听，大多要叫这里这哎，地听被随机掉一只，这搞什么？我们大唐扫完了啊，前面大堂扫完了之后是休息，那么这个地厅的话，对战方地府有手抓，哎，这得给渡劫吧？这不给渡劫就死，我估计啊，姑苏不会给渡劫，对面地府应该是手抓了，对面地府手抓没用过，对吧？直接抓了。对，比和尚速度快，还渡劫不了。那铁抓了这把，他只有去控地府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只有去控地府，风系比地府快的要控地府，不控地府肯定是被抓掉了。哎，这地听好像出手了，卡住了，看到没？这地听出手了，卡住了，看到没？出手了。今天紫禁城有 PK 吗？白总，2点钟，白总，第一场对面苏堤打苏堤放弃了，然后，很早就结束了，苏堤直接卡到没变啊，2点钟，打明秀或者西夏牌，指人，誓言战敌，
哎，对面地府也没抓，没想到再加一层笛子。哎，这地府怎么没抓，他没点手抓吗？是应该是没点手抓，点手抓真跑不，对，两层笛子的地厅有点恐怖啊，兄弟们啊，有点恐怖啊。水清啊，防止被封，两层笛子来了，信心缠住对面推血。哎，怎么只推了一个单位啊？三层笛子来了，冠照万象，九千，七千大老神了，我操，这八百大老死了，三千九，五千，泰山压顶，差一只地听，说实话三层笛子也没推崩，但方寸要死，顶大金了，方寸要死，四百零六，方寸死了，李皮先把李清掉，一万，珍宝宝宝成型，你推不掉他，只能说实话啊，珍宝宝宝成型啊，你推不掉他，你们觉得能推掉吗？啊，你们觉得能推掉吗？啊，说实话，你们觉得推掉吗？啊，再换真姑苏不管冲刺了啊！姑苏是已经不管了，冲起！啊，王两追魂，女儿也得死，对吧？就是冲你，不管狂出，我跟你搞定啊！狂出，怎么就虚弥五只，谛听再搞，活血活歪了。瀚海神针，我操，这飞出去不一定的啊，就是不好说。宝宝开始飞了，你看这宝宝开始飞，你就扛不住了，对吧？你宝宝不能飞，宝宝一飞啊，对面就扛不住。李皮谁知道了？要被冲掉了，感觉有点像要被冲掉的意思。拉方寸，这是最后一回合机会了啊！你下回合再想拉主战方这边的话是拉不起来的。命啊，兄弟们，这也是命。对战方是起来平砍的虚弥，然后随之到了主战方这边的一个花果山，但花果山没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平砍虚弥了，然后虚弥换掉了，然后平砍了虚弥，然后虚弥换掉了，是平砍到了花果山，不是放水了啊。是把地听好像飞了，没出手。方顺拉笛子，罗汉，笛子啊，武装金青，花果山不能出手，直接灌照啊，比对面他妈的，是哎，你这。这你这天，我是晕死这，哎，这啥这？这加了两个笛子，哎，加两个笛子就这。没看懂啊，加两个笛子，两个笛子就是欢迎乐哥啊，欢迎乐哥。首先恭喜乐哥进四强了，好，首先恭喜乐哥进四强，希望乐哥以后的成绩，对吧，还有两场的能够顺利，对不对，拿下。那只须眉几天是吧，扛不住，推不掉，你这方寸死了，狂拉姑苏已经狂冲了，不管了，姑苏已经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姑苏这个时候已经疯了，姑苏已经不管了，狂冲啊！平砍清，姑苏已经是赢了吗？赢了，结束了这一程。应该是这只没虚弥，这只是吧？
这姿势有点虚弱的啊，没须弥高什么？地听没有须弥是扛不住的啊。紫禁城已经晋级了啊，200、100，省了应该是啊，这不至于秒100吧？我觉得啊，应该省了啊。这把女儿铁金青了，对吧？啊，这把女儿是要铁金了。这时候姑苏换不宝，换得很难受啊。别吃地听，你地听冲了掉对面嘛？姑苏这刚刚那个地听出手了，双笛子、三笛子还是三个笛子的地听出手了，也没把，对吧？三个笛子地听对面没罗汉，珍宝也扛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必中啊，给了对面和尚，再出须弥啊！姑苏这个须弥准备的是真的多，黄金甲了，顶蓝交给和尚，对面平砍巨心虚，啊，6000。看海神针飞出去，对面方寸要倒，因为这个活血没活上来，单飞宝宝直接12200。飞方寸有贴黄金甲了吗？没有，800，最后的一丝血。飞地府3400，飞到化身1200，没有触发双下的一个神针。啊，力劈进去虚弥，对战方是无限轻虚弥，姑苏是虚弥是真的多啊，姑苏虚弥是真的多。啊，再拉方寸，力劈。再来1800神了，开掉封印，这是奈法开封印的，方寸强催中，对不对？太难受，这不好推感觉啊！花果山技能被断了，对面出宠，禁忌法爆，无魂傀儡给地府防毒，再罗汉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这还搞毛啊？那肯定活方寸了，他不可能去活大唐，对吧？哦，他化身出不了手。化身出不了手，好，缠珠，哎，这个缠珠为什么现在只能回一个人的血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显示 BOG 嘛，但是我看对面的大唐上线也没回上去吧，好像，对面别的单位上线也没回上去啊。没带小萨也不会这样啊。加上了，只是血条没显示，为什么？是。这血条没显示呢，他妈！这缠珠应该不是这，缠珠正常是回全队的血量的啊，回一个人的血还缠毛的主啊？就还有什么缠的？缠什么？没什么缠头。好，再控花果，锤方寸，水星方寸可以，水星方寸去控化身啊，环阳拉，落魄控化身不让活，没中。这把没中，太伤了。哦，有鬼魂宠在场，缠珠就有 BOG 是吧？那这把飞机是没有什么花招的啊，飞是飞不动的，对吧？你这须弥全部飞光，还搞什么啊？贝玉力劈，宝宝一排全飞光，对面罗汉接上我如铁蛋。啊？是？全出光了，须弥全出光了，须弥基本上全出光了，是没有须弥，就是说身上基本上已经全部出来，所有须弥全部出光了，你们知道吧？Yeah.
小鼠开始点杀了啊，开始点杀，但小鼠没有中，水清了啊，中了也没用。对面大唐是第十层建议啊，再扫一把的话就十一层，近乎一个全力的大唐。2700，3200，第三刀没贴，没出连破，继续飞。只有飞机能够救到成救到姑苏。哎，其实姑苏刚才冲的时候也有以上的，对不对？姑苏是哎一把飞机双旗子直接把对面这个方寸上16000血满血飞死，然后姑苏才想着冲的，要不然姑苏啊也不会冲。花果山这双旗子猛啊！对面十一层建议啊，十一层建议之后啊，主要他现在状态被清空了，状态被清空了。这个什么金风啊什么被清空了，那金风如果不清空的话就会好很多，他伤害要高很多。啊，方寸在分身，对面地府无限毒，那么他的和尚可能会被方寸控。好，失魂。好，乾坤套两把，全部命中。魔镜神针，有贴。女儿的血量的确有点不太健康，贴一下，很细，3600。善恶冲刺了，善恶。这是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第几波姑苏的进攻了啊！虽然是四保一，但是打的的确是没有，对吧？没有那种特别猥琐的感觉，是吧？打的虽然是四保一啊，但是并没有看到就是那种特别猥琐，就跟你硬刚刚到，对吧？回合后期最后想绝杀一下或者怎么样啊，打得非常暴力。这是已经是姑苏好多波，就是之前须弥换过一波之后。第一波善恶之后又是第二波善恶了，是善恶过后的一波须弥之后再善恶。纸人催眠给方寸，我们可能会人开化身去走这个那个、啊、走那个活血杀的。好，套大行没有中。好，水清花果确保花果的输出，对战方可能会活血或者舍身、啊、直接活血7900。配速再开掉女儿的一个封印，大唐直接使了把苍白，对面当头7000，善报1500，恶报有天，太阳数据2800，还有一只恶报大唐压死啊！这把的话也是换了对面三个点的操作，也就是对战方的这个化身点、地府点以及大唐点的三个操作啊，换了三个操作。因为主战方对面的大唐刚才是，对吧？刚才是在那个还有血的，对吧？对面地府人开的化身，地府这个点的操作就被换掉了啊。化身这个点，对吧？活血大唐也变得没有意义了啊。化身这个点的操作也换掉了，换了三个点的操作，这把非常赚啊，非常赚。那么这波善恶的话。好，风无力动再吹，风力风行，那没有中，武装可能会套化身吧，我估计。好，还阳直接拉，还是套女儿，套塔啊，还阳直接拉起来，直接化身去活血，那么可能要扫宠啊，扫善恶来了，箭射，第二刀神了，再箭射，第三刀5900，再箭射，连破，我操！看善恶吧，看拍碎了，善恶也得拍碎啊！你不拍碎怎么办？水光没守住，这连破很伤啊！因为姑苏这边的话，你现在血条很残，很容易被弹飞，直接你看宝宝全部残血，弹一下就飞，他当然伤害非常高。
叫你媳妇喂奶啊？没有没有，她在吃饭，我儿子在吃饭，现在已经会自己吃饭了啊，已经会自己吃饭，我儿子已经会自己吃饭了啊，不需要喂奶了，还喝奶了，看什么搞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一只高速一只禁止法宝的须弥招出来，催和尚断回复，因为知道考虑到你这个时候谈了一波面伤了，师傅独在回血，我也不用去小祖王点你，对吧？我就是跟你，好，催和尚中了。活血活不出来，当然应该不会扫这把了。好，缠珠回，可以，4500。好，再杀，贴，宝宝贴神，善报加了1000。我们5号位置宝宝，4号位置啊，还有一只恶宝，神了，我操！开掉封印，女儿村这把可能有金青了啊。女儿村的塔已经只剩一回合了，应该是有金青了，是吧？好，金青。加1750，但化身上把是被封住了，吹金蚕来护宠，这金蚕这时候主要是护宠啊，欢迎乐哥，主要是护宠。好，破血啊，这宠也是护住，7500，善恶的伤害非常高，金刚善恶啊，你看打地府打那么多，贴也贴不住啊，对吧？可以，这波善恶的压制的话，对于珍宝来说还算是比较难受的。珍宝化身这时候属实太忙了。神用武器啊，对面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姑苏来说，的确是要压制对面大唐的。那你如果这个时候对吧，不压制大唐的话，肯定对面化身是被催的，所以不能出手，正常的啊。出孩子，再妖风，控力化身，淮阳还是继续拉。我们和尚又是被妖封进去，又出不了手了，再掏女儿中，有机会。和尚再甩金青，血量顺便回一回。孩子的话就拍了和尚，齐天神通，平砍，造漫天，上报，恶报死，神了，又神了。What the fuck?豆豆是不是困了？哎，我看爸爸看你吃吃饭要睡着了。你给他喂点吧，老婆，你给他喂点吧，太惨了，你给他喂点，睡着了呀。哎，我儿子边吃边睡了，边吃边打瞌睡，你们见过吗？边吃边打瞌睡了，妈的！好，无底洞金青，我们人开和尚，有点顺，牛逼！牛逼啊，牛逼啊，大波这把打得非常棒，点拉没有用。姑苏已经消耗过这个不是姑苏啊，珍宝哥已经消耗过一波九转啊，这把必中真的是非常到位啊。有机会啊，这把飞机来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这也是姑苏城。如果这场 PK 我可以很笃定的跟大家说一句啊，这场 PK 如果大波不是这样打的话，
应该已经没了啊。他打得好啊。就是要冲，对，就是要冲。那这如果跟珍宝跟曼曼打的话，肯定是没有了啊，没吹，释怀没有中是吧？套女儿还是没有封中到，求双飞机吧，对吧？求双飞，魔镜加上了，啊，对面活血先把女儿的血量活满飞，3700，双倍伤害有没有1700？这把飞3200，飞方中还可以，飞地符3800，第二把有没有？有命。2600，这个数值的话，3000还行，有贴了，已经地符已经不太 hold 得住了啊！再飞和尚，1300，善恶顶方寸2000，这波善恶伤害非常高，再来一次4000，直接再杀掉一个人。还有飞，还有飞，还有飞，这把双飞机出来，对面肯定要崩。大波身有很有血性，打珍宝就得冲，你不冲啊，没有机会。这 PK 如果你跟大波如果开场中途没有这个花果山一把飞死对面方寸，然后一波虚弥冲刺消耗对面一波九转，然后再去酝酿这一波攻击冲刺的话，大波我估计打到最后啊，大波是没有机会的啊，因为你这宝宝差距太大了，你刚前期。对吧，珍宝哥一个宝都不打了10几回合，珍宝哥才低飞第一只宠来了，再来600啊，反总还有一只虚弥啊，地府在毒在回血，主战方这边日月乾坤套花身又是一把命中，狂摸阿拜加上继续洗飞，非常有天飞地符，再贴1900，还有第二把吗？还有第二把吗？我操！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！要你赢的 PK 真的把把双下，这把神通是把把双下。3000，那么其实这样一来的话，珍宝那边的血性已经是都是，其实每个单位点的血量都非常惨了啊！锤，那么这把是命中。其实唯一一点就是说，对于姑苏城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在姑苏的虚弥出的太早太早了。但是他也得这样出，如果你虚弥不这样出的话也不行。就是说你前期如果压不住珍宝阁的话，你到中期后期去压可能不太会有机会啊，不太会有机会，因为你的消耗毕竟是大。也的确是这样冲，那么这也是基本上是姑苏城最后一波冲刺了啊！姑苏城这把冲不下的话，就直接交了啊！宝宝冲光了，宝宝冲光了。该出的基本上都出啊，谛听应该出手了，卡住了啊！好，婀娜啊，封无里洞特技，无里洞拉大唐没中，金青去回血，没有选择强加罗汉。先走金青，誓言战敌，誓言战敌，第二把敌子啊，渡劫金身给了谛听，双旗子给了谛听，对面活血大唐先满上，短穹巨剑想直接斩，但是渡劫金身加上了，没有去扫对面，如果扫的话，冠罩万象啊，扫的话这谛听肯定是飞，1600。方寸有分身，本雷咒第二个法术200啊，出了黄金甲，第三个法术2200-3400，第四个法术方寸2000化身没死，方寸倒地，再顶血，恶爆把谛听清掉，那么这谛听的话也是消耗了一波血量，拍醒，也并没有创造奇迹啊，也并没有创造奇迹，其实对面方寸死掉的话，别的单位点的血量还是能够站得住的。乃莲，姑苏城真的是已经是最后一波进攻了，真的没有了，他冲不动了，所有的输出宠基本上出的是，还有虚弥，卧槽，这个菠萝是打了多少？哎，这个无底洞带了多少宝宝？点了，强点观战花果，催眠花生命中，
不能贴，但是没加魔镜。第一刀1700，4200，最后一刀5000，没死，但是对面也没出连破，当头一泼天乱棒啊，没弹醒，拉起方寸，方寸也是有恶报死了，我操，完了，没了。40回合的延长啊，你要叫爷爷。40回合的延长、啊、你 hold 不住。40回合延长你这扛得住吗？其他分身地府毒再来，哎，带了多少须弥啊？啊，我想知道这个无底洞带了多少须弥啊？全部是须弥吗？阿经理，这是姑苏还是珍宝？我是站位大波啊，支不支持无所谓，主要是大波粉丝。但大波这个时候啊，有点难，那宝宝飞得太快了。他怎么这么多须弥的？这孤竹神，这宝没了。哎，这个关上孤这个无底洞的宝宝美金没了，基本上换光了，已经。最多还有2次，我没记宝宝，但他宝宝出太多了，的确，狂换了。好，再吹方寸命中，妖风再控化身，这时候就控死你化身。对面的地府的毒也是对战方主要回复之一。一把延长出来，观战方这边被延到7回合了已经。好套，怕对面人开，直接点套。魔镜加给了奈莲，好清掉虚。开心，奈莲压4000，2700，直接压死。但是无奈这个时候没有输出啊，这时候真的，就对于孤苏城来说啊，没有输出，你们知道吗？就真的是就是没有输出。对，花果山死了6回合延长倒地，宝宝凶残宠基本上该出的也都出了，该出的也都出了。女儿在金青，嗯，这回合的话，对面女儿这个那个妖风自己解不掉了啊，还阳拉起来，关战方这边也是一把金青，再点套合上，啊，魔镜，对面化身出不了手啊，啊，金青绝，双金青。平砍5600，漫天，都是孩子，无底洞只有孩子，神泪子，神泪子应该能压住对面大塔。三宝，啊，这虚弥是包压了，好了，这个奈莲，看能不能贴得住，伤害好高，没贴，没贴死，花果山起不来，不是花果山起，你这延长对吧？对面地府还有2点灵元。随便赢了，基本上抬走了，温了。下一场几点？我来看。下一场2点，下一场2点啊，下一场2点钟。催眠阿拜，水清，可以。小鼠王再点无底洞，噬魂天大堂，风和尚。
魔镜对面没扫出去。我血是活满，但是没扫出去。物理龙抗性还是比较好的，大波这波抗性人太耐了，没有用啊。机车卡这那虎阵防御位，对不对？没用。三千四，失魂六千。魔镜的这个耐连是属实有点狠，一只宝宝能杀一个人，一只宝宝能杀一个人。两点，晚上是七点半啊，晚上是七点半，决赛是七点半，下午比赛是两点钟。还阳太多次了，掉的防御全掉光了。抗性是好稳，但是其实对于珍宝哥来说，他这时候要不要抗性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他观战方这边，你这个花果山倒在地上，他有没有抗性这不太重要。双控妖风再控化身啊，这个控化身的这个意图的话是比较清晰的。啊，金青，但是方寸出不了手，魔镜加上其他了，破血有贴，又神，可以。这把神了之后，看能不能压得住吧。顶了个蓝，压大堂，三千，我操！这伤害还恐怖。黄羊太多了，太凶了，这宝宝。没有打榜的给主播打榜啊，兄弟们啊！右上角咱们这个打榜打一下好吧，白小生人气榜对吧，帮忙打一下，没打榜的兄弟们打一下，感谢梦送的半卡，感谢啊。好，金财护盾再起一个，那么姑苏也是的确啊，现在没又是还阳，反正这个抗性已经没有了，无所谓，要不要都没事了，对吧？他真的是现在这个时候是无所谓，大狼拉起来平砍就完事了，有什么所谓的，反正这个抗性已经没有了，那干脆还阳算了，无限还阳好了。金山护盾再起一起，对战方地府没有给盐，下把花果山要起来了啊。好，再来一把满天，观战方这边又去贴这个宝宝，又神了。哼，这奈莲要神两百次吗？终于肥了。啊！没点磁心啊！我的个娘哎，你哎！这怪笑死了对面哎，没点磁心，他地府哎想哎。他地府本来扇了一个自己一个嘴巴子，去你妈的，忘记延长了我日。然后结果观战方没点磁心，然后他捂着嘴在那边笑，呵呵，对面那个傻子没点磁心，大波赌阵容赌了，他赌阵容了啊，他赌阵容赌珍宝肯定是不上地府了，懂吗？他赌阵容珍宝一定不上地府，都十金刚了还不知道。刚拉过石金刚吗？我也没注意，我也没注意。拉石金刚就是肯定没有磁心的，那他严不严其实也无所谓。是知道他没点磁心的话，那无所谓的，对吧？知道他没点磁心的话，你这个什么时候严都可以，只剩一回合的时候严也没问题。啊，又获得零元了，四十八回合。对面这个地府还有两点零元，还有两点零元。拉过十个防御是吧？啊，那是你也知道的。他就算死了对面，他觉得对战方不会上地府，所以说直接是这样搞的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对于孤独城来说，的确是已经有点太难受了，有点太难受了。啊，孤魂命谱啊，再交一把延长，延长到五回合。
孩子拍了和尚。长神护盾，金刚拉上，啊，战神宝典。四十八式对战方用了一把剑斩，也就是3.0元的战神宝典。三扫大唐的确会用这种战神宝典来加输出。要准备开扫了。宝宝都出不完了，哪有逆境啊？这逆境大波逆境是没有逆境的啊，你还逆境了，逆个卵！宝宝都出的差不多了，你就该出宝宝都出完了，那宝宝都出光了，一直在冲，对吧？哪有逆境？没有逆境了。好，小死再点无敌洞。好，腻了，真腻了，真腻了。腻，方寸出逆境啊，孩子不能那个。腻掉了，啊，化身腻啊，可以，还真有逆境。能开，看看数据，4000，我操，这刀5000开刀。弹甲了3900，最后一刀不会贴。7000，这个面伤，我操。逆不逆境啊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逆境有什么用的啊？还有只善恶，善报了，恶报要翘了。逆境逆不逆境啊，已经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。逆境对面5个宝宝成型，人物血量全部上来了。主战方这边对吧，你是宝宝阿光，光队来了吗？来了，阿光了，现在，珍宝来地听，1700死了。那珍宝5只地听换出来，姑苏是真没招，真没招啊！虚，地听800。分神化身去活血，双拉鬼影扫影身准备活血，无力洞先满满一半，地听灵法，3只地听出了个神马，一匹小红马拉出来，66，这回合要卡回合了。他不是这个伤害高，不是完全是诸天看护的作用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这个对吗？三扫大唐，他加点大家可以看到，对面大唐其实血量是很少的，他加点近乎于全力加点，近乎于全力加点，可能速度稍微比是花果山快一点吧。对，歉意叠了14层了，5层的时候就已经所有伤害都提高了，再加上这个什么金风啊也已经叠了，对吧？都该叠的东西都叠了，所以他这个伤害高。盖战神宝典也有，伤害高也很正常。妖风，哎，妖风控了一把，控了地听，再控一只。好，缠珠再推一口，小死亡又是挂了观战方这边花果山。啊，轻轻绝解掉2个封印，解掉一个，因为是妖风是解不掉的。清了一只，可以。拉了神马，速度相对来说还是快一点，平砍。一只千术直接没了8000，啊，只有一只地听可以出，5号位置地听出不了手。但这个地听的话没什么威力啊，属实。有笛子吗？没看到加笛子好像。哎，须弥自动。
你打到后期的话的确啊，是姑苏冲也是对的，你打到后期真保不正常伤害肯定是爆炸啊，对不对？他近乎于全力的大唐能跟你吸杀，他当然没什么抗性的，本身淮阳了拉来拉去对吧，就已经没抗性，开始本身也没什么抗性，也不是很好，血又少啊，再虚一千一法连就死了，再换一只换满了都两成了，八国倒地，神马开掉封印，强催大唐命中，清风望月确保化身的一个出手，魔镜击八弹被催中了出不了手，谛听是可以出手，醍醐灌顶解大唐，细节啊细节，这只是灵法，灵法呢没有敌子的加成，其实也是一般般，没有这种毁天灭地灭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笛子还是非常有用，没有笛子的话你看这数据其实也一般，这灵法地听速度相对比较快啊，扫和尚五千开刀扫和尚，这你不这搞脑子，嚯，扫和尚五千开刀，姑苏宝没了没了，出光了已经。加油棒啊，办卡也不谢，加油棒啊，送四个加油棒是吧？感谢感谢感谢啊！加油棒送送啊，兄弟们啊，八万七千票啊，姑苏是抬走。但姑苏打得挺好了啊，挺精彩 ，PK 打得挺精彩，打得也不赖，对吧？紫英神还在吗？在的啊。虽然四保一，但是两边打的的确现在 PK 啊，四保一也观赏性也还可以，对吧？不是说姑苏打的差，姑苏是打的非常好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珍宝太强了，对吧？上一场是怎么打的？他那个上一场紫英神打谁呀？啊？再封，这个时候姑苏已经属实是没有什么，他当然伤害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属实是没有什么花招，看他扫那个纸人防御位，看扫纸人防御位的这个武装是多少血，魔镜加上了，看看，啊，金清绝，啊，最后是对面这个节奏，要保出手保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啊，这停先秒，有罗汉秒不动。有纸人防御位两千七五千六，这你不是这奥特曼啊，奥特曼纸人防御位对吧，卡素武装满血空切，对，没追扛不住，太凶了是吧？他的诸天看护加的伤害再加上对吧，他诸天看护加的伤害再加上金风叠满了，又是到后期的一个战神宝典，再加魔镜激发伤害高，其实也正常，加点又是相对比较极限，少五千，随便弹好了，你化身直接被弹死，忽视护盾，这个三少是忽视护盾，你是个长神护盾没有用，真实伤害，护盾是在这个
长城的护盾是在上面没有用。欢迎余生有你兄弟啊，欢迎余生有你。此光阁一事物有皇宫，现在看不了，一会儿吧，一会儿看完刷区中间休息时有时间看完比赛。没了没了没了，抬走是狗不浪，真这扛不住啊，这地厅那珍宝出地厅的时候姑苏就没机会，姑苏出地厅珍宝还能扛一扛，珍宝出地厅姑苏属实没机会，珍宝给也晋级了。